来了，两个黄瓜来吃，再两个烧点红烧点，两个粑粑尖，煮两节香肠。黄瓜把那点泡了摔了哈，不能吃苦的。吃好了，加盐，加点盐，加点糖，和转，多的水都逼了摔了。泡点那些过过水，打起来，净化水冲一下，冲冷。两大勺盐、味精、花椒面、油，和转就可以了。搞定一样，粑粑尖去吃，吃好了放盐放糖，搞转转，把水给挤了。炒过自己的香肠做的，香肠搞定，把多的水逼了甩了，舀两瓢炒过自那个蒜蓉辣椒酱在个头，和转都搞定，蒜蓉黄瓜搞定，淡淡的酱汁加点海椒，和转就行了。这儿卤了两个猪脚脚，撒点那个海椒面和花椒面，干油点自己做的，撒在面上就搞定了。猪脚脚改个刀，大韭菜搞定。再来两个凉粉吃，加盐加醋老姜，还有再加炒过的蒜蓉辣椒酱。活转的高